来，现在用红色43。在这个画火鸡的脖子的这个地方的时候要小心，因为我们这个比较粗，它的那个身上的那个皱褶哈，脖子上面那个皱褶啊不太好画，所以你每一个笔触可能都要利用那个尖的地方去画哦，所以同学要留意这一点哦。等一下让你们上来拍照的时候要特别看这个地方。